台湾情歌传唱天后李翊君演唱会第二场请来一位重量级人马做嘉宾，就是同她老公检翔在戏剧中合作无间的金马影后杨贵妃。薇姐好有诚意啊，因为这次是她大病初愈后首次现身公开场合。我就要下去，谢谢。可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怎么看不下去？妹姐，你特别来宾哎，是啊，你哦不行哦，阿莲啊可以哦，可以吗？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不是，我其实我有修炼了。哦，有修炼，但是这个呢不是我的主意哦，这是答应你的经纪人的主意。而另一位嘉宾亦是翊君姐人生其中一位重要人物，亦是她的掌上明珠来的。这位就是我的女儿 Chanel。 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时候突然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，我叫李翊君，她叫王敏淳，她的爸爸叫简昶。我们一家有三个姓，但是我们非常的幸福快乐。就像李翊君呢日仲翻唱咗多位唔同年代歌手嘅作品，而周杰伦嘅《每株桃》就系佢其中一首喜爱嘅音乐。点解会中意？因为旋律轻快，令佢心情更愉快啊！